咁啊，尋日就睇咗《刺火》佢連話，真係正啊！如果中意睇即係一啲關於東西德統一嗰啲問題，我可以睇下。咁啊，尋日就睇咗《刺火》佢連話，真係正啊！如果中意睇即係一啲關於東西德統一嗰啲問題，我可以睇下。係啦，咁啊，今晚點解我喺即係金鐘咁啊要早啲離開咧？因為一早就買咗飛喺演藝學院，咁啊就睇歌舞劇。The School of Rock 啊，咁啊，首次喺香港咁啊就公演，非常之好睇。現場啦，哇，不斷啦，咁啊，即係每唱一首歌，咁啊呢個就係好似舞台咁嘅，就歡迎大家歡呼啊，拍拍手掌嘅。哇，全場即係好多家長帶埋小朋友，好多外國人睇啦，好多嘅掌聲。咁啊，甚至佢有一啲係叫做投入佢香港嘅一啲對白咧。即係譬如攞一啲明星做例子啦，嗰啲名咧，咁啊都用翻香港嗰啲即係藝人啊，咁啊組合啊，譬如講 Miwa 啊、Tyson Yoshi 啊，即係都嘗試融合翻啊，即係等啲觀眾就有多啲佢共鳴，好好睇，哇！氣氛一撚流，真係。如果大家有機會，今日我去睇都有八成滿啦，即係都仲有啲飛嘅。多謝 Memphis 啊！如果有機會，大家都真係要睇 School of Rock， 好好睇呢個歌舞劇。我上個禮拜就睇咗呢個即係《Sound of Music》咁啊，即係《仙樂飄飄處處聞》咁啊，同《舒樂波 Rock》係兩個即係搖滾學校兩個唔同嘢嚟嘅。咁啊，呢個都探討啦，即係譬如我小朋友嘅長大。多謝 Mavis 啊。Yes, this is Mavis call. Mavis。阿 Ken 就推介我睇《全職乖孫》，係咪即係泰國嗰套啊？啊，嗰套我都希望抽到時間佢走去睇。